初的时候啊，自己也会觉得，在应该第一次的时候，应该是在五年前的时候做第一次的检验的时候，已经是超出了200多那时候。是。然后不久了，一年之后再回去，就提升了到300多。然后第三次回去的时候就更厉害了，更糟糕。然后到1100多，1122哈，对啊。那时候呢？那时候是最严重的时候，哇！那时候就自己也很害怕了。所以你最后一次检查是在去年的2011年7月18号，那时候的指数是1.1，对，1122。正常是1到49。1到49是懵懵的，因为有这样的状况了，我太太说，或许这个仪器可以帮得到我。是，对，他就几乎就把它带回家。开始他说，加上你运动再配这个东西，或许会真的，因为做。可以做肝的疗效嘛，因为针对肝的东西，我就尝试每个晚上要睡觉之前就开一个90分钟这样，就躺着让他睡觉，到睡觉了跟着他的时候，大概是做了三个礼拜的时候，我就这一趟特地去新加坡做检验，出乎意料之外的电应该是将近大概是三百多，这条针它应该是有八百点，这个是一个见证，是2012年7月16、18号，我的感染指数是1122，在新加坡，这是8号半夜，2012年之后的感染指数300。最近你的右手对吧？最近你右手发生什么事情？最近是因为扭损到，是吧？刚好你们也是才来到，那应该是昨天的了哈。昨天嘛，对呀、啊。你是做什么？因为这个可能是因为一些搬些比较重的东西，因为他手举的太高。可能是有扭损到这个肩这个地方，因为就有给人推了之后不是很理想啦。昨天做了那个机器的，就可能帮到很多，就整个让我的这个筋的方面就舒暖了很多，整个过程还相当不错啦，因为不是很疼痛嘛，只是稍微有一点点。你的针对到那些有真的是有筋扭损的地方，他们会深入去做一个调整这样。然后我的筋现在今天真的会比较可以，我动的会比较舒服。昨天你是连挤都不行哦？怎么样？可以示范一下吗？连这样挤都不行哦，昨天这样就很痛了，这个肩。就这样子就是。就已经是不行了。今天你看整个东西都可以挤到还高。哇，蛮高的。真的，很高，真的。不过讲真的啦，可以真的有这样的机会，真的。我会真的一时三刻都会每几乎每个晚上都会很努力去做，它真的能帮助我们调理我们心，也帮助我们心啊里面的需要的可能这些帮助我们的气血啊，活跃我们的气血，我这做了之后人真的会比较还蛮精神啊，然后心情方面也比较温和一点。对，老师真的会比较，有时真的不懂什么东西啊，自己会盲长这样。真的是自己我本身的感接触了感受的啦，想给大家自己分享一下，自己知道可能会真的会自己，他有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事情，可以当做一个保健，为自己真的，不是等有问题的时候才来做的，可能就对呀、啊。